相信，当然我会相信，一直相信下去，这辈子都会一直相信到底。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遇到非常多的支持，然后一路走到今天，能延十年。正向的心态决定我怎么面对 every single day。谢谢谢谢，我们希望持续的用我们的科技力，在毫米波领域里面去引领毫米波科技的发展。